现在大家谁人都可以去拍照哈，然后这种私人影像的这种通过微信这种传播，也是一种我觉得蔓延，甚至是一种泛滥。然后我觉得摄影，同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它是一个多面体，它可以是天文的、地理的、物理的、化学的，可以是商业的，还是甚至是可以个人的、家庭的、记忆的。当然，它更可以是艺术的。我觉得它可能做艺术的那个部分，更决定它的那个样子。在这个决定这个样子的过程中，其实西方走过了一个漫长的，在过去的100年，其实有几代的摄影家和大师都在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命题，在不断的去探讨、去追寻、去探索。我觉得，其实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们中国的摄影反观过来呢，其实是跟西方一直是割裂和绝缘的，它有一个自己的发展的一个轨迹。这跟西方非常不一样。我为什么说这个家族和血脉呢？其实这才是中国人的原价值，但是原价值有什么社会的弊端，有今天的不同社会。有什么问题？它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文化建设都是讲，很多是假冒伪劣。什么修一个猪八戒的故乡，修什么故乡？真的，猪八戒还有故乡吗？全世界。这一代摄影师好像更多是从自己出发，包括是关注乡村啊，关注家庭啊，自己家族的一个那个脉络或者一个经历，反正是自己出发的。但其实它是很典型呈现一个一代人状态的这种东西。这个时代一定是时间最重要，不是说钱，钱很容易。我好像是刚刚的撬开了一座门，然后里面看到了宝藏，也看到了魔鬼的身影。看到了很多很多我意想不到的这种东西，我现在，依然处于一个就是无法分析和判断的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。我们今天都要讲普世价值，其实中国传统当中也有很多普世价值，其实也完全适用于当下，比如说仁义礼智信哈，就这些东西，其实它决定了什么呢？决定一个人做人的样子。那我想照片也应该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的东西在里头，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决定照片的样子，而这个样子一定是基于原作来展开的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每个人可能拍照片，其实无外乎就有两点。其实最原始的动机，我觉得就是凝固到一个瞬间，把一个时间把它凝固下来。
然后并且呢能看到更多的细节，那在这个凝固下来的瞬间，我想可能就是每个人最早接触摄影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。但是呢从一个专业性的角度来讲，就比如说米诺怀特，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大师，他曾经在一篇就是关于照片体验的描述当中，他就提出来有四点，就是摄影是可以是文献的，可以是画意的，可以是信息的，也可以是一种对等物的。那我想可能前面的那三者，可能更多人是一般经过不同教育的人都会能够很好的去理解，就是作为文献的摄影，你们想想是什么样子，档案的、文献的、历史的，然后作为一种画意摄影，比如说它是一种古代传统绘画的，或者是油画的这种画意的，我想可能大家也都见过，包括像民国在30年代这样的摄影其实也是很盛行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信息的，信息的可能更多是存在于报纸上或者是一些那个杂志上的那些，仅仅就可能就一个豆腐块那么大的一个照片，它就完全把信息传递出来就够了。那对等物的呢，这个摄影其实更多一个意义上讲更多是跟内心有关的，或者是跟一个艺术创作行为有关的，就是它是一种心灵的一个对等物。这不是米诺怀特提出来的，是那个斯蒂格里茨最早在30年代就提出来的。那这个其实到今天看来，其实我们很多摄影都没有逃脱这样的一个范畴。其实摄影是一个多面体，它的创作应该也是多元的。那在这个多元的创作当中，至少我们可不可以有一条道路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的？而这个道路，我觉得它更重要的价值可能还更在于说，使我们今天中国当代的摄影能够更多的具备一个摄影的样子，或者是更多的一个照片的样子，具有一个照片和摄影的属性，而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一个图片。